各位好，克隆声音可不可以在云端，而且要免费，而且呢，短短的一分钟以内就能够克隆声线，可以的。你直接到这网站，本单元介绍您怎么利用线上免费的 AI 软体快速克隆自己的声音。我们直接操作示范，进入矿浏览器，在网址列输入网址，这个网址我会放到 YouTube 说明栏。进来之后出现 Fish Audio 的首页，我们先去注册，这个人头这边点一下，选择注册，输入你的 email， 然后继续，他就发个验证码到你的 email， 所以你要去收信。我新增一个页签，然后 Gmail 去收信，他的信件里头告诉你代号44249，我再切过来44249，继续，他请你输入密码，我们输入密码，然后再一次确认两个都一样，然后使用电子邮件注册，储存不用了，好，你就注册完成了。注册好了之后，第一个我要去录制我的模型，要把你的声线保留起来，所以你就选择我的模型。目前你还没有建立过，所以呢，这里是空的，我们就选择创建新的声音。这时候特别注意的，因为你自用的话不要公开，选择私有，上传一张你的照片。我找了一张 AI 的照片，开启，好，这可以调动，满意啦，储存。有了照片，那你的声音呢？要给它一个名称，随便取。我给它 YCC1。这个要不要做说明的描述？要不要标签？都可以跳过。重点是，你可以上传一个音档，也可以直接录制。选择直接录制，我觉得效果会比较好，我就直接录制了。它出现一段文章叫你照着念，也就是说你这边点击开始录，录好再点一次就收音了。我点击开始录制，当然要允许蜜蜂采集花蜜制作成蜂蜜，这个过程不仅为蜜蜂提供了食物，还为人类带来了甜美的蜂蜜，这是自然界中的互利共生关系。我把它停止了，就表示录好了。你要听一听也可以。蜜蜂采集花蜜，制作成蜂蜜。好，接下来我就直接，他说不错，我就直接创建了。创建好了，就有你这个代称，你有一个声线的档案是这个。我要用刚录好的这个声线来讲一段新闻，就使用这个声音。你要他讲的本文是一段新闻，然后创建，他就根据你的声线去讲这段话了。美国前总统川普7月13日出席竞选活动期间遭枪手袭击，所幸他只是右及右受伤。你要下载点点点，下载就到下载的资料夹了。你可以把本文去掉，再同样的再输入内容，再创建，它又会在右边产生另外一个，以此类推，一支箭。你建立好的
在我的声音这里头有生成结果，你建立了几个，这里就会有几个。本单元介绍你快速克隆自己声音的方法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祝各位学习愉快，拜拜。